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哎嘿嘿嘿，王小宁王小宁，你看你干什么呀？不是欠我们大家钱吗？不用着急还啊，别上火。我欠别人钱从来不着急还。我闹心的是我二大爷，他非要跟我视频连线。那就连呗，能咋的呀？能咋的？我一直没跟他说我在疗养院，我跟他说我跟我女朋友在夏威夷度假呢。妈呀，那你这要一连线不就露馅了吗？可不是吗？所以闹心呢。小宁啊，这个事儿呢，我们要是帮你摆平了，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你有招啊？你要能帮我把这关混过去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。那你欠我们的钱是不是应该还了呀？你放心，我跟我二大爷连线的时候马上就让他把钱打过来。其实啊，非常简单，我需要大家呢配合我演一场戏。都啥时候了你还想演戏呀？这个戏的场景呢就在美丽富饶的 Hawaii。 二大爷，我现在在美丽的夏威夷，这里的景色真是太美了，这里有阳光、海浪，还有两个双胞胎兄弟在打排球。哥哥，我们一块玩球吧，我传给你。我接住了，我接住了。小严呐，摩托艇怎么样，过不过瘾？好玩呐，就是太阳太大了，好像把我晒黑了。啊，对了，二大爷，忘了给你介绍了，这是我的女朋友小严。小严呐，这是二大爷。二大爷你好，看见我啦。来，这有一瓶防晒霜，帮我涂一下。哎，二大爷，这里还有很多好客的土著朋友要来给我们表演节目了。钱这么美的画面提什么钱，破坏情绪。王小宁不给我们钱呀。你怎么在跳啊？那个什么，二大爷，这网络不好啊，有点卡，你稍等我去解决一下啊。怎么的了各位啊，赶紧跳啊，求你了求你了。王小宁啊，你还没跟你二大要钱是不是？不，我马上就要，马上就让他汇过来，好不好？下次再相信你一次啊！来来，球给我。好，咱们继续啊。好。这个二大爷，这边网络已经被我给修好了，恢复了，他们活了。我吃的哪有？我吃的哪有？二大爷，接下来我要和小严去海里面冲浪了。二大爷，再见。谢谢各位。钱呢？嗯，那不还不提钱的事呢？钱过两天再说呗。是啊。还有你啊，你耍我们是不是？紧急情况，紧急情况，我二大爷还要跟我视频连线，大家还得再帮我一次。哎，干啥干啥去啊，别走啊，我这次肯定可王小宁同志没听过狼来的故事啊。这次狼真的来了，你们就真的见死不救吗？我这次肯定让我二大爷把钱汇过来。这样啊，我们大家呢再帮小宁一次好吗？小宁啊，你去连线吧。自动啊，你就是我亲兄弟。我说你们怎么不长记性呢，都就不骗过一回了，还这样。不是子栋，你就真相信王小宁能跟他二大要钱呢？下面的戏呢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们就听导演的，好吗？好吧。好的。二大爷，我现在在夏威夷的一家五星级大酒店，环境真不错。小严，哎，跟二大爷打个招呼。二大爷，你看到我了吗？我在这儿。来，肩膀使点劲儿，瞧。哎。对，北边使点劲儿。北边啊，北边啊、哦、
哎，好，西边次脑给我挠一挠。上北下南左西。你是下边下，你使点劲儿行不行啊？龙虾白给你吃了，怎么？刺挠吗？进。怎么回事 ？Sir, you call it room service. 谁是？房间服务。啊、哦，好好，你看服务态度真不错。我刚点的东西，马上就送来了。嗯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烤地瓜。提分手。那个，对，这按理来说在夏威夷不应该有烤地瓜，但是呢，这个五星级酒店的老板是个华人，而且是东北的，想家呀，天天想家，完特意从国内空运来一批烤地瓜。不是，这不是烤地瓜，这是一份浓浓的香草。还有别的事吗？啊，对，忘了，你看外国规矩就是多，忘了消费了。来，一万不用找了啊。好，祝您用餐愉快。好，拜拜。哎呀，说的我都有点想家了。来，小严，吃口烤地瓜。我不爱吃，我爱吃地瓜干儿。谁呀？吃一块，来。哦。这为啥呀 ？Sir, you call it room service. 不，你能不能一起送过来呀？这什么玩意儿啊？82年的豆汁儿。呀，想不到在美丽的夏威夷还能吃到北京的豆汁儿，好耶！那个二大爷是这么回事啊？你看这个酒店的老板不是东北的吗？老板娘是北京的，都特别想家，所以吃豆汁儿。那个这样啊，从现在开始取消。要所有的客房服务，电话线给我掐了，永远不许敲门，所有人不许进来，听见没有？好，出去吧。咋呀？还要小费呀？刚才不给你了吗？刚才是我的格格，我的格格，我们是双胞胎。我给你哥就当给你一样，没钱了，没有了。真的一分钱都没了吗？没了。来人呐，202的客人没有钱喽。你起来，起来，来，起来，交通退房。咋了？你行？干什么玩意儿？退什么房？大晚上让我退什么房啊？你明天有钱付我外卖，赶紧退房。不是不是，有没有？快点的。干什么？那个什么？二大爷，二大爷先不聊了，我要找他们经理投诉啊。二大爷，你把那给我。谁要投诉啊？我。什么态度？你们这服务？让不让那个休息了？你是经理啊？对，他没钱付房费了，经理。那也不能往外轰啊！你看，还是经理深明大义。之前的钱怎么办呢？对呀、啊，差点让他白住了吗？摁牢！好，好，干啥？干什么？不是你们能不能有点？这谁呀、啊？我二大爷。二大爷，二大爷你好。你外甥，不，你侄儿，现在在我们手里，赶紧把他欠我们那些钱。这是欠多少？这我200。50。你刚才不给你10块了吗？啊，那就是40。欠我300，一共是540块钱的房费，赶紧给我汇过来，要不然我就把你侄儿送到夏威夷土著酋长给他当丫鬟使。哎呀，千万不能给他们钱呢，他们根本就不是。这是你的，嗯。报名儿，你说你早把钱还了不就完了吗？喂、二大爷，你到夏威夷了？啊？慢着，你干什么？那个。钱先欠着，我。